您让我打听的这王柏林，到了公海上，上了一艘去韩国的客轮。王柏林说到底就只是个商人，他也不可能有本事逃过我们的全程布控吧？所以我现在严重怀疑，我们警队出了内鬼。你说的这件事情，郝小强都不知情吗？他一点都不知道。于小慧多傻呀！他明明知道跟着你会出大事，他依然义无反顾。所有经过关卡的车辆人员必须要下车接受身份检查，一般来说他是逃不出去的。这一切必须是有人帮助他。